两个飞机过不去，确实很让人难受啊。现在没有，这把打完再看看吧，这把打完看看有没有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谢谢这失败的狮子狗的飞机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你的飞机。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差一个，兄弟们。谢谢逃逸失败的狮子狗。没有队友啊。还差一个飞机，最后一个，莫大的直播间来一个人给我们送一个飞机就行。有没有兄弟能给过一下？我来帮你卸。好，他没有，你咋卸呀？众筹吧，大家送你小礼物应该也能过。哎，谢谢我爱打水友的飞机，谢谢过了，谢谢谢谢水友啊。这个我就不给你播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在打野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这打的也太慢了。这打野速度。不是这英雄打野有这么伤吗？啊？这老母猪应该不能过来反我们的野，所以没关系。这也太伤了，这好悬没给我打死。上去赶赶一波，火焰治愈了你。你怕啥？你装一装不行？别让那眼儿看见我们啊！别让小兵看见我们，去打河蟹去。你这头猪也去跟我狮子狗打，这是个致命节奏猪啊，还挺厉害，你还别说。没谢啊，阿豆豆送飞机了，谢阿豆豆，谢谢阿豆豆的飞机哦，感谢。谢谢阿兜兜。谁呢？那这头猪差点没打过，这致命节奏猪。
我来绕一圈，绕到中路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机会很渺茫啊！塞拉西太猥琐了。吃他个鸡吧！给你留个小鸡。咋又是？哎呀，你这个样子让我很难搞。看看这老母猪打没打龙，应该不能打龙，他应该不敢打。清三族野回家，升六中路可以抓一波。我们家这中路太好抓了，随便一抓就死了。你瞅瞅，你要是卡萨丁六了还能死，我就无语了，兄弟。我觉得只要不是猪，六了应该都死不了。下路回家了呀，咋办呢？那就没法要了。菲尔夺得的礼物，你这头猪！上路可以去一下。上路干起来了，走。啊！你一没传送，二兵线不好，我为啥不推呀？
塞拉西来了，赶紧撩！再不走，塞拉西指定要杀我了。回家了。中路可以试着干一波，直接杀了。我咋办呢？哎呀，真的好烦哟。你不能死了吧，我死了就死了，人家来人了，我死了这没招。你别死了呀，这婉豪你只要不打他，他打你他就死，你就上去摸他都没事的。婉豪Baby， 我来了。来个什么鞋？我来个水银鞋吧，防止我们被控死。卡莎没杀过呀，推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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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龙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
这头猪。啊！救救！猪要杀我！给我啊！不！就你要杀我呀？啊！你这头猪！小龙，打个气。第二件是不是应该出收集者呀？这跳不过去吗？我操！别怕，我来了！耶，我来了！耶！哎。你这头猪，你挺猖狂啊你！怎么的？打的猪打不动。哎呀，打这猪！这猪挺难打得动，太幼了这猪。带我来个收集者，来把无尽出个清远。不是我输出低，是他有猪皮，本来就这样。卡莎在哪儿？卡莎，卡莎，卡莎，卡莎。跑得真快呀，妹妹！真他妈能跑，操！看看中塔能拔了不？刺穿！爆裂！妹妹，
我这不得不杀你了，妹妹。干嘛呀？我操，连塔也不出，出个塔呗？怎么就投了呢？那卡莎我一回都没杀过这人，我操，太猥琐了。